財源廣進，身體健康。我使唔使又要重複個問題同埋解釋一下？好好。最似一隻兔仔嘅球員係梁振邦。在中場度走嚟走去，很活潑咁樣，所以我覺得佢似一隻兔仔。唔使咁高。大家好，我是南華嘅廖威廉。咁今年係兔年啦，祝大家身體健康，心想事成，恭喜發財！